小时候的玩具拿出来了呢。对啊，我记得这个是在弟弟要出生以前的时候，你带我去买的玩具。嗯，你说要买一个礼物送给弟弟，因为弟弟是家里的新成员，所以要用很期待的心情去欢迎他。然后弟弟出生的时候呢，我也收到了一个玩具，是说弟弟送给我的见面礼。嗯，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哇，有一个弟弟真好哎。嗯，我跟爸爸呢就希望你们姐弟的感情很好，所以呢就要塑造一个以礼相对待。嗯，就是呢你送礼物给弟弟代表你的欢迎，那么弟弟送礼物给你，你就会觉得说嗯，这个弟弟还不错的。嗯，因为像我现在有一个好朋友嘛，他生老二了。嗯，然后呢他就非常的伤脑筋，因为他发现老大很会吃醋争宠，所以在爸妈没看到的时候就偷偷欺负老二，好惨。对啊，这是难免的，因为你看嘛，本来呢所有的爱跟关注都在自己身上嘛，但是有了新的成员呢，尤其是有了弟弟妹妹，那爸爸妈妈呢当然要花时间来照顾他，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被冷落了，好像爸爸妈妈不再喜欢我们了。所以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的态度就很重要，你要做到很公平，让孩子觉得不是偏心。我觉得很困难，需要很多智慧吧。嗯，没有错啊，因为阿妈也讲过嘛，阿妈说呢，十几种他称赞那些无平等的哦，就是说呢，其实每个小孩都有不同的表现哦。那本来呢，爸爸妈妈对孩子呢相对待的方法也不同。比如看你看嘛，妈妈呢，我们家有七个姐妹，我记得阿姨们那个时候呢，就是学钢琴、学画画，那我是学跳舞，我都会觉得说。哇，打一有钢琴弹的，我就很羡慕，我就想说阿妈是不是比较不疼我，但是呢说不定阿姨他们会觉得说嗯，为什么妹妹可以学跳舞，那他们去学画画。我觉得那个是看孩子有什么需要，那父母呢再去用那样的方法呢来栽培他也。我觉得还是不太容易，因为你同一句话，因为小孩的个性会不一样，可能老大听到觉得没什么，可是老幺听到就会觉得妈妈偏心，所以真的不太容易吧。是不太容易啊，所以呢我们说老祖宗的智慧说早给真桃啊撑才不比等呢，那当子女的呢就要多体谅父母，那当父母的也要多花心思，就是不要让孩子觉得呢偏心。我看大概要等到自己当爸妈才能体会。是啊，没错。早给真桃啊不比等，手指头虽然都长在同一个身体上，但是长度都不同，比喻父母亲对待子女无法做到完全公平，为人子女要体谅，而父母亲也应该尽量做到同等对待。如果为人子女呢能够懂得呢早给正他的称彩不比等呢，就比较能够体谅，因为呢父母尽量做到公平了。不过我觉得啊，其实父母怎么对待孩子其实会影响小孩长大的个性养成。比如说啊，比较受宠啊，比较被溺爱的孩子啊，他们就容易养成比较骄傲跟自私的性格。那如果说呢被父母刻意忽略或比较忽略的孩子呢，就会变成比较自卑没有自信。是的，所以我们说父母啊尽量要公平哦，要注意孩子的心情哦。比较懂得会撒娇的父母很容易知道他们的需求，但是呢不善表达的呢，他们并不代表呢他们不需要关爱哦。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呢来跟我们聊聊如何让孩子们呢不计较情绪，还能够培养兄友弟恭的情谊。我们欢迎淑文还有义宗。黄淑文曾任职国中教师，35岁辞去教职，成为全职妈妈，在部落格桂花树分享亲子教养，著有《妈妈的读心术》《最长的离职信》等书。王义中，王义中心理治疗所所长、心理师，亲子天下网站助战专家，著有《孩子不敢说的40个成长困惑》《301个过动儿教养秘诀》等书。
呀，淑文一中，在还没有聊你们对孩子的教养之前，我们来想想，当你们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为人父母的时候，你们对于这个教养的观念你们如何看待？好像淑文呢，以前小时候你觉得你好像在家里比较不被重视哦，那么一中刚好相反，你有八个兄弟姐妹哦，没有兄也没有弟，你是家里唯一的男生哦，好像是集三千宠爱在一身哦，反而是呢姐妹们呢觉得父母对你很不公平哦，他们无法撼动这个角色，这个是吗？所以小时候你觉得呢？爸爸妈妈的教养态度观念，你觉得他们很公平吗？其实，在当时的话，因为毕竟在家里的角色比较特别，我有六个姐姐，那另外一个妹妹。所以在过程中，但或许姐姐妹妹会觉得非常的不公平。那当时对我来讲，当然是这样子一个组合，但是最完美的部分哈。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这样子，尤其是当你开始发现你有自己孩子的时候，你会开始去审视过去父母跟我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以我来讲，我会非常的去期待我跟我的孩子之间的对话。也就是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说出来？我们家总共有五个孩子，然后我是排行老二，所以我从小就觉得说自己其实是被忽略的。所以当我成为妈妈之后啊，我就会回头去看自己小时候那个内心的小孩，然后问他说：“你当时渴望什么？”所以在我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啊，我就辞掉老师的工作，然后全心的去照顾他们，然后用我内在那个小孩跟他们对话。那我们来谈谈现在的小孩比如说逸文啊，还有淑文啊，孩子平常会表达的说我们不公平的有哪些事情呢？通常在孩子跟我们之间打从你们一打开一进来，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孩子就会开始去观察你先叫谁。好，也就是今天你回到家，你可能是先叫姐姐过来，爸爸有带什么东西，还是你会跟哥哥或弟弟讲哥哥爸爸今天带的什么东西。所以包括另外有时候你可以回来，你第一个好，你到底是先抱谁。好，所以有些时候该有的一些平衡敏感，其实这种可能还是得要有。其实没有哪一个父母他会偏爱谁，有时候是不自觉的一种行为。比如说我儿子他比较瘦，那在吃饭的时候我就会夹肉啊，夹多东西给儿子吃，可是妹妹就会说妈妈你都偏食，那我就会提醒自己说原来这一点小孩子也会在乎。那妹妹比较会撒娇，所以哥哥有时候会跟我反映说妈妈你很不公平哦，妹妹只要撒娇一下你就同意了。可是我自己觉得不自觉，我觉得我并没有。那这一点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说其实父母常常不自觉在做一些自己不小心做的偏心的事，可是自己并不知道。所以当小孩子只要有反应的时候，其实父母都要认真听。但是很多家庭都会出现这种老二症候群，就比如说家里有了老大，老二出生以后呢，老大就会觉得我的爱被剥夺了，爸爸妈妈比较不爱我，会有吃醋的情况，所以就会在暗中偷偷的欺负小的，这样子的情况偷打一下啦什么的发生哦。那这样在我成长的阶段的时候呢，妈妈她的一个配博就是说，因为弟弟要出生了，妈妈就带我去买一个礼物，说 Pinky 你选一个礼物，这个要送给弟弟的，这是你的弟弟哦，不是别人的弟弟哦，那你买一个礼物送给弟弟。然后妈妈也会很技巧性的就偷偷先买好一个礼物，然后等到弟弟出生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礼物给我说，这是弟弟送给你的礼物哦。所以你们姐弟就有这个交换礼、见面礼。所以小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棒哦，我有了一个弟弟，弟弟还有送礼物给我。其实在这里的话，打从老二一出生，其实我们的妇产科医师其实还蛮贴心跟我们讲哈，回去的礼物请记得帮大的准备一份。所以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就是老二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家姐姐在家里那种亲着一滴眼泪哈挂在那边，因为爸爸妈妈带去医院自然产三天，所以你回来的时候，然后又多带了一个，对他来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陌生，甚至于就是一个对手回来哈。所以通常为了让老大的感受上比较舒服一点，通常其实会建议就是所谓的约会啦。好，这种约会就是说通常孩子两个三个在家里，但是我还是得要拨一些时间，可能单独跟姐姐相处，时间也许只有15分钟，好，或者是今天我可能单独跟弟弟出去啊，再出去可能只是出去买个东西回来，但是一个短短的时间对孩子来讲，这个时间其实爸爸妈妈他可能就单独完全就是属于我的这样啊。对，是当我怀老二的时候啊，还在肚子里面的时候，我就会叫哥哥开始你练习你当哥哥，然后跟肚子里面的妹妹说话，
让他心里有个准备，说哎，他有个妹妹了，然后他要当哥哥了。然后当老二真的出生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在照顾这个小 baby 的时候，我会邀请哥哥一起来照顾，其实是做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比如说打开奶粉盖啊，然后看要几匙啊，就让哥哥，因为这个他两岁多他都会操作了，那哥哥就会有一种参与感。因为有时候我们难免会因为老二的出生之后就冷落了老大，然后当大家手忙脚乱的在为一些新生儿照顾的时候啊，也让哥哥一起参与。那有一点很妙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只有生两个孩子嘛，那老二当然都用老大的婴儿床啊，那哥哥就看到那个妹妹睡在那边，然后喝奶奶。其实我那个哥哥很早就戒掉那个奶瓶了，然后就看到妹妹睡婴儿床，他就问我说：“妈妈，那个本来是我的，对不对？”我就说：“对，本来就是你的。”好，可是因为你长大用不到了，可是后来他有时候他会就会帮忙喂妹妹奶奶啊，然后喂了一阵子之后，他居然提出一个要求，他说他可不可以再重新回去睡那个婴儿床？哦，嘿，那我就会想到说，其实每个小孩子他都希望是被妈妈疼爱的，被肯定的。那因为哥哥提出这样的要求之后啊，我就马上把妹妹抱起来，然后让他躺着去满足一下他当小 baby 的感觉，嘿。然后后来他有一阵子又突然提出说他想要再喝一下奶瓶，那我还为了我儿子这个要求，我真的去买一个奶瓶给他喝。其实他不是真的要喝奶瓶，而是去重温那种当小 baby 的那种爱。那我就真的都满足他。那我们来谈谈，就是如果有兄弟姐妹在一起的话，我们如何促进他们从小就培养起那个好的感情呢？我会把他们兄妹之间的感情，他们对彼此的关心跟付出啊，把它放大。虽然说小时候他们会为了一些琐事而争吵啊，那我觉得说当父母的就是要明察暗访。嘿，比如说我就观察到说，有一次妹妹她生日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往她的脸上涂很多蛋糕嘛，然后这个时候大家都突然觉得说，哎，妹妹的样子好像很好，很好玩，很有趣。可是就只有哥哥，他马上去拿了一张卫生纸给妹妹擦。那我就会跟妹妹提醒说，你看哥哥他虽然常常跟你吵架，然后他还是关心你的。我就从一些日常的生活里面呢，把他们对彼此的感情跟付出，然后把它放大，然后加重。那其实哥哥啊，也有一次他去图书馆，然后就突然得了那个急性肠胃炎。然后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那妹妹就赶快打一通电话给我，然后每隔几分钟啊，就去厕所里面看哥哥怎么样。然后我本来以为说，哎，到了现场的时候啊，会不会图书馆的人都为了他们两兄妹一团乱？可是我到了现场之后，我很压抑，我发现并没有。就是妹妹她就是当哥哥的支柱，因为平常大部分都是哥哥照顾妹妹比较多，可是在哥哥紧急的时候啊，反而是妹妹是可以照顾哥哥的。所以应该是因为平常你会提醒妹妹哥哥是怎么在照顾她，怎么关怀她的，所以她也会觉得说，哎，这是理所当然，当有一天哥哥需要的时候，她也可以回过头去这样子照顾。对，那我会感觉到说，其实兄弟姐妹之间就是保持一个亲密而且有一点依赖的关系。因为我们平常很忙嘛，我们很少去注意到小孩子之间的一些小互动，比如说因为他们平常的时候都要自己洗碗盘，那我就发现说，哥哥有时候碗盘根本就不是哥哥洗的，都是妹妹就偷偷的把哥哥的碗盘拿去洗一洗。哇，真好。嘿，对。然后呢，哥哥有时候早餐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会让他们独立自己弄早餐，可是几乎哥哥每一天的早餐都是妹妹帮哥哥这么好的。对，其实他们有一些小互动，可是因为他们常常会为了一些琐事吵架的时候，我们就会忘了说，其实他们也有彼此依赖的一部分。嘿，那我平常的时候也会单独来一个小约会啊，就是跟哥哥或跟妹妹来一个小约会，那我就会问他们说，他们平常对哥哥的观察是什么，或是哥哥对妹妹的观察是什么。那我前几天还听到一个让我很讶异的小秘密，他说妹妹居然每天晚上的时候都会告诉哥哥他今天发生的一些秘密。可是这个对我而言，我会觉得说，哎，两兄妹好像常常都在为了一些琐事争吵。可是当妹妹心里有一些不能对父母说的小秘密的时候，她反而是告诉哥哥的。所以我就会点醒妹妹说，兄妹两个人啊，以后是你们一辈子互相扶持的好伙伴跟朋友。因为我们父母都会老，可是反而兄妹之间的彼此扶持啊，才是你们一辈子的支柱。那我有一个问题哦，如果当你发现你的另外一半特别偏好一个孩子，
或者对一个孩子没辙，只要孩子要他就给的时候，你们怎么去跟另外一半做沟通呢？其实通常会跟另外一半去提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尽量不要有所谓的黑脸白脸，因为当我们开始有所谓的黑脸，今天比如说爸爸当黑脸或爸爸当白脸，可是这个黑脸白脸你会开始出现一个问题，是让孩子开始学会判断。假设好，爸爸今天他可能扮着黑脸，那这时候我可能在爸爸面前就乖一点，但是妈妈如果是白脸，那我可能所求我可能就多一点。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是属于我们大人之间的一个沟通，就变成说黑点不要白点不要。那通常我会一个建议，其实就像当灰面笔录一样，什么叫灰点？孩子如果没做错事情，他其实是不需要怕我。可是如果说今天孩子真的做了不该做的，或者他今天该做的事情没做，那这时候多少他应该要在意我们的反应啊，不见得说他是怕我，但是他应该要在意我们的这个反应。所以这时候也是我们在夫妻之间得要去沟通，其实所谓的就事论事的这个部分。对，那我的想法是说，我觉得父母在孩子的面前啊，应该表露自己真实的情绪。比如说因为我刚好是一男一女嘛，那爸爸很明显的真的有时候好像比较疼女儿，所以有时候其实小孩子很会察言观色，他会知道说女儿好像给爸爸撒娇一下，然后爸爸就好像一切都 OK 了。那我会跟我的另外一半讨论说，哎，你这样子的话儿子可能会觉得说爸爸真的有偏心的行为，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制造爸爸跟哥哥相处的机会，因为爸爸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常常跟妹妹在一起啊，所以我就会安排礼拜六上午的时候爸爸跟哥哥一起去打球，然后那个妹妹跟我一起去画画，然后让哥哥增加多一点跟爸爸相处的一些机会。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父母不要创造那个互相比较的环境。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因材施教，可能不同的孩子的表现我们会有不同的方法嘛。然后当孩子觉得说我们偏心的时候，其实我们明明没有偏心，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表现，还有不同的起跑点，但是孩子他会觉得不一样。我们家的墙面几乎姐姐都是在他整个大的一个涂鸦，所以在家里我就会试着让孩子知道，好，比如说姐姐她是小画家，好，那我们家老二他其实是对很多的那一种比如说地图火车等等非常熟悉的，所以在家里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个资料库，虽然姐姐会觉得那可能是弟弟头比较大，那个记忆比较好。那老三的话其实他节奏感很好，所以其实在这当中去肯定每个孩子各自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自己去比较，哇，你看姐姐这么会画，那你不会画，好，那或者说今天姐姐做到这样你为什么没有做到这样，也就让孩子了解是让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独特性，那我们也都可以看到他的这些独特性。对，那我们说呢，天底下没有不吵架的手足。当孩子吵架了，淑芬，当哥哥妹妹吵架了，你怎么办？其实我会用一种比较健康的态度来看吵架，比如说夫妻之间啊，朋友之间啊，越亲密的时候那个摩擦就会越大，所以有时候我把吵架当作他们互相了解的一种转机，然后看彼此在意什么，那反而是一个了解孩子的一个侦测器。所以每次他们吵架的时候，我都让哥哥觉得说，不是因为你是哥哥你就比较倒霉就一定要让妹妹，或是妹妹哦，你因为是老幺就比较受宠，就是还要尽量注意到小孩子的感受。那因为我们住在山上啊，常常会种一些植物，那我常常都会做一个比喻，我就会跟儿子女儿说，其实你们两个都属于不同的种子，比如说玫瑰花的种子它就会开出玫瑰花，然后牡丹花的种子就会开出牡丹花，可是我在照顾牡丹花跟玫瑰花的时候啊，用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妈妈用的方法，比如说有时候可能玫瑰花需要多浇一点水啊，那牡丹花不需要浇那么多水的时候啊，妈妈就没有办法做到你们自以为的公平。所以每天睡觉前啊，我就是都会抱抱他们，不管白天晚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我都会好好的拥抱他们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呢，每个孩子呢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哦。不同的孩子呢，我们要用心的来了解他，支持他，来疼爱他。当然很重要的呢是管教的方式态度呢是要一样的。那么当兄弟姐妹之间呢有了争吵的时候，不要过度的介入，不要偏袒任何一方哦。那么接下来呢，妈妈教我们的是，我们要来看看李晴小朋友，他才4岁哦，但是呢爸爸妈妈如何来引导他，他也会照顾自己的小妹妹哦。
叫吕琴，我今年四岁，我是一个很棒的姐姐。为什么？我会照顾我们啊。因为我喜欢妹妹嘛，这还要问什么嘛？啊，你喜欢妹妹啊？我就是，如果妹妹在哭的话，我会帮她塞奶、塞奶嘴，还有喂奶奶，还有帮她换尿布。拍拍拍，啊拍拍拍，啊拍拍拍，你要陪我一起顾妹妹。当我怀孕的时候，在生怀老二的时候，我就会让妹妹跟我一起去期待。就是妹妹这个新生命，然后她跟我在那个过程当中，然后开始学的啊，就是好期待，好期待这个妹妹的出生。好，等一下啊，李小琴，帮我丢好不好？谢谢。好了，你在这边挡住哦，好不好？好。你在这边挡住她，别让她。好了好了好了，你帮我拿着，帮我拿。对，他需要你拍他，对不对？他喜欢拍他。嗯，真的睡着了耶。我们会有一个那个约定，就是说，就是妹妹是她是我的宝贝，然后妹妹是她的宝贝，所以我一定就把她当宝贝。可是妹妹呢，妹妹是她的宝贝，所以她也会有责任，她要照顾妹妹。我觉得这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很重要很重要的心态的调整，然后你自己在调整，你也让小孩跟着你一起去调整。今天没有抱抱，那要抱了吗？抱，来，抱抱，抱抱抱抱，要这样抱哦，你好棒哦，好，要抱抱，那我亲不到啊，真的，再亲一次，换你了，亲亲，好，换我了，像说我会跟去幼稚园接他，然后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再牵着她的手去接妹妹，把妹妹当作我们两个一起要完成的责任。然后在那个当中，我就会一直就是陪伴姐姐，然后听她讲，听她讲说她需要什么啊，她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她其实会被满足的。